是有效的防止海岸的一个侵蚀，保护我。决议，花莲中央政府对花莲的重视，更使花莲地方梦寐以求的愿景能够早日的一个实现。请刘院长指导与裁示。就讲恁照这安尼甲想，这个道，这个代志吼，最主要恁爱讲的就是讲，这是政府来做做的好，还是爱民间来做做的好？第二点就讲，这个所在若要做的好，爱做啥？爱做差不多，啊，你先做干部啦。伊较慢到，规个怎啊形成怎啊延宕啦？不过虽然是火车慢啦，唔是我慢啦，我嘛甲各位抱歉啦。做行政院长吼，责任无限大了。所有人也骂责，我骂大一单位吼，骂地方政府，伊嘛写政府。啊，拢写政府，啊，咱若政府若想，这都有些虽然权无遐大吼，诶，责任是无限。讲今日来到这个咱南滨公园吼，这个所在有影陈清水先生当初啊，都我捌。就伊，伊当我就知影，我做生意话的时阵，伊遐遮有囤一寡废弃物啦吼，所以讲会较悬，甲伊也悬。啊，这个公园，拄只我请这个游国谦甲赖正义啊，这两个吼，一个是日月潭，就是讲中部吼日月潭的套装旅游，规个，咱这叫做花东套装旅游，咱叫做花东套装旅游。所谓套装旅游，就讲遮的风景点拢。整体思考啦，后摆莫讲泰鲁阁国家公园翻泰鲁阁家己去做，啊，即花东纵谷阁翻做，啊，东海岸哦做，啊，迄个农委会若有，啊，县政府也有啊，啊，大家分头做，哦，啊，文化部文建要分头做，啊，拢无把它整体思考，啊，咱即下要感觉讲应该整体思考吼，安尼做起来才好。第二就是讲，因为整体思考了后，咱伫策略上。要拆除，一方面要行销台湾，但是一方面嘛要国际甲台湾化，比如讲，咱变作讲套装旅游，咱爱甲国际，要吸引国际观光客。咱所有建设的水准，爱甲外国竞争就对啦。即摆已经唔是讲较早的南滨公园讲花莲市政府来做，啊做了了后，我考虑讲，哎，啊这伫花莲吼，诶，这个。希望讲人啊游客来吼，来个花莲的来这个所在，也是花莲人啊来这佚佗。咱应该是讲，咱也起一个国际水准，观光客会当来花莲人会当赚到外国的钱。不但安尼，花莲的民众也会当来，唔是讲互观光客去算，花莲民众我袂当入来，咱无希望安尼吼，无希望安尼。所以伫即款的思考之下吼，这个所在。观光局也真拍拼，希望讲，哎，是毋是来做一个另外，搁重新啊来搁检讨。啊，这嘛是蔡市长吼，啊，一再这个啊希望的吼，伊所期待。我知影讲，在座的议员、新议员吼，对这个案也真关心。啊，咱赖正义来讲，啊，伊是迄个总干，游国谦是阿里，当然因怎啊雄雄来吼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我主要问伊蔡市长来，就讲，车，因为我知影伫宜兰吼，这个东北季风。阳光就是讲海吼，海啊，甲阳光就是海。你讲是海，你讲宜兰是花，啊，绿花了，这。这个准讲哦，都风景较厉害吼。伊这个车内底叫做叫沙滩，我想是安尼，可能干。就是讲要安怎哦，这个人干车。现在还有两位问啊，所以讲一三情这里无效。